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嚟到个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个题目啦。好啦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先望一望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而家就话啦，叫我哋啦，就 write the expressions， 就系呢、这个，就系五乘以十嘅六次，再加七乘以十嘅三次，再加一，就系 is a binary number， 即系十进制啊。OK， 好，咁啊，事不宜迟，攞张单纸出嚟先讲啦。咁由于时间关系，科技都先进嘅，咁我就系咧成条题目出翻晒嚟，咁啊，大家唔使期期啦，真心。可以忙住嚟做啦，咁啊悭啲时间啦，非常方便啦。嗱，咁啊，先抄题目先啦。而家佢叫我哋做咩啊？就系五再乘以十嘅六次啦，就再加就系七乘以十嘅三次。好啦，就再加一。嗱，咁而事实上啦，如果呢撇嘢你俾我做咧，咁我会点处理呢？其实就系简单啲讲，将呢堆嘢全部揿机噶咋，就系五乘以十嘅六次，再加七乘以十嘅三次，再加一，全部揿晒落计数机度。咁佢出嚟个数咧，应该原汁原味就系七。嗱，我照抄俾你啦，就系五零零七零零一。嗱，呢个就系佢想要嘅 binary number 十进制嚟嘅。咁当然啦，你强调佢系十进制啦，喺个骨头仔嗰度写翻个十仔喺度啦 ，OK， 得唔得啊？咁啊，上件事搞掂噶啦，咁就 OK， 揿计数机就系咁简单 ，OK， 得唔得啊？将呢撇嘢全部揿晒计数机。好，嗱，咁就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别问题啦噃 ，OK， 好，嗱，如果冇问题嘅话咧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噶啦 ，OK， 好，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啊，嗱，希望下次有缘嘅话，我哋再见啦，拜拜。